我觉得这是他自己的选择，所以如果他希望可以在这一个行业里有进展的话，我也非常支持他。但是如果他选择可能想过一些比较 private 一点的生活，我非常支持他。我自己就没有就说担心或者什么恐惧了，因为我是自己选择把工作还有学业放在第一位，所以我觉得爱奇艺要来就是会来，所以对我也没有太大的担心。我觉得是要看人的，如果没有遇到对的人，那我绝对会不会浪费时间。对，但是如果对的人，如果遇到对的人 timing， 我觉得是可以迁就的，人才是最重要的。对。